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。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。我等藏金砖，只是想着在此多年，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，想给自己留些纪念，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，好过日子。我们知错了，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。求二位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，饶恕他们的罪责，所有的过错，我们女宅的姑娘们。 愿意一并承担。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。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。诸位姑娘快快请起，诸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，我定会告知百川院。对，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。你们快起来吧。 给什么公道？ 这一点都不公道。 你们为什么瞒着我？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，我也想逃离这里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？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，你来这儿不足两个月，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年。女子韶华短暂，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我们早已经当自己是半个死人了。 每当看着你哭着闹着想要脱离这儿，我们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你知道。若失败，你不知情；若成功，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。从这儿走了之后，仍然可以当一个机灵快乐的小姑娘。